啊，不对不对，你是二班的班长。是班长，阿拉一定要请你吃这个蟹粉小。哎，不行，大闸蟹，大闸蟹。哎呀，你这马屁拍得我还真舒服。我跟你讲，论功夫，我呀肯定干不过他们，但我打的不是架，我打的是智慧，你晓不晓得？晓得，晓得，真是的，真是的。子科长，啊，你就好比当年千里阻拦计。臭不可闻哦！哎呦，什么臭不臭的，不要紧的。阿拉跟你说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嘘，滚出来，滚躲起来。哦，哎呀妈呀，这鬼子是杀不完的。哎呀，也摸不动。也摸不动。我是个救子。你在哪儿死的？喂。慢点。너들꾼뭐아순대로해봐봐나이끼너저인가쓰고그렇게その時包囲されるわ。全滅されちゃうのよ。ああ、どうすんだ。もう失敗したよ。これ以上叶わないで。続いたら命を失うだけ。少々に待ってて方法を考える。あった。ほら戻れ。一人で行く。野田君、今日ここの子の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攻められるのを心配してるなら、約束する。彼を説得する。鶴子、こう言われると、もっと悲しいんだ。もっとムカつくんだ。お前帰れ。会いたくない。野田よ、忘れるな。目がある。お前を滅する。そして引くんだ。行け。他们怎么走了？哎，侬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听见了，鬼子伊里哇啦说鸟语，我哪听得懂啊？嘿嘿，他们说行动已经失败了，赶快撤回苏城，要不然全都会死在这里。嘿，沈科长，原来这个女鬼子啊，跟这个刚尊宗主啊有一腿，好像跟这野田一啊也有瓜葛。这个小鬼子啊，太乱了，太乱了。乱什么乱？走。我跟上。这个啥？可是鬼子啊，侬疯了侬啊！啊，这么好不容易脱离危险，侬还要跟上他们，不要命了？我拜托你，这帮小鬼子跑到咱们国家来，来胡作非为，来了还想走？哼！我让他们有来无回，一个一个全撂在这里。快走！妈，
我好怕。小敏，你别怕，有我在啊。我总觉得后面有鬼缠着我们，盯着咱们的后脑勺飘啊飘，要抓咱们的魂儿，好吓人。姐姐，你手好凉，还在抖。没事，我会保护你的啊，有我在。王莹，你不要怕，还有我在。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替你顶着。行了，别说了，咱们赶紧走吧，来，走，走。我先下啊。除掉了两个战士以后，只剩下两个女人和一个文弱书生。萧子平有了绝对的把握干掉他们。大娘，坐稳了。老赵，你说咱们还赶得急吗？可别让萧子平的混蛋再作恶了。我也担心啊，这个内奸太可恶了。下。从这条路去凤头岭还有三分之一的路，越快越好。凤头岭那儿枪声不断，我派萧子平前去侦查，到现在也没回来，一定有情况。我估计沈科长和戴随昌肯定还在那儿，要不鬼子也不会死盯着不放。快，部队跟上！来，部队跟上！放心吧，我会保护你们的。走吧。哦，好。王莹，萧子平，你们怎么在这儿？太好了，终于脱离危险了。是沈科长派我们回湖山镇向你报告的。沈英杰，他和戴随昌都还在矿洞里，鬼子拼命追杀，情况十分危急。我是在侦查的路上遇到的王莹，事关重大，我就保护他们回湖山了。命令部队火速赶到矿山，快！这边，这边。你想当缩头乌龟啊？快点！就一个人一杆枪，怎么打人家？啊，还不是赶着送死？这儿怎么这么安静啊？沈科长不会牺牲了吧？什么？爸爸牺牲了？不会，爸爸牺牲了？不会，这里肯定经历过一场激烈的战斗。郭排长，到，给我派人分头搜，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当心遇见鬼子。是，同志们，给我搜，你们跟我走，快！我当然知道打不着了，我是要故意拖住他们。李参谋，枪声，沈科长一定还活着。枪声就有人。罗排长，到，快，跟我走，跟上，快快，快走，走。一动力都是他，咱受不了。特委，好像是他们。对，又打起来了。走，看过去。哎，你还想捡便宜啊？当然，咱不能白辛苦一天的，哪怕是风，咱们也得搂一把回去。走。小鬼子不跟你玩了，小鬼子不上当了。哎，咱们该收工了。收什么工啊？该开工了。走。快点，把衣服脱了。那我干嘛？咱俩把衣服换过来，我要穿你的衣服去包围那帮王八蛋。嚯，能一个人包围他们四个人？嗯，能说反了吧，四哥子？你少废话，赶紧脱。脱呀！快快快，自己脱！快，自己脱！四哥子，你怎么又帮阿拉？我要不帮你，你又逃跑了。哎呀，阿拉保证不逃，求求你，放过阿拉好不好？我能相信你的话？刚才你还想策反我呢。哎呀，阿拉哪是策反，阿拉是为你好。哎，那保松一点好不好？保松一点。好啊，松点啊。啊！哎呀，好。老实待着。硬了！大队长，喂！电瓶车，活动你电瓶车的，过来！沈英杰伪装成戴遂昌，把鬼子再次引诱到了预先设伏的山洞里。这一回，他绝不让鬼子再逃掉。
뭐 올라요? 오카시토. 도시다. 나제이타이시장과 병인 메로만이 떼노노다. 뭐가 오가시? 쯧도 니게단자. 이츠 아라와레데모 오가시고 나이. 고젠신다. 와나타도 오모. 와레라우 츠루토시데루. 와나데모. 신이즈 히토리데. 나니가 데키루. 와레라 이마노 조쿠타도 야치아타메타. 신청시대. 이카. 히구나. 대세장을 고르스노와 임무다. 이건 최고의 찬스다. 매력 이카. 이카. 走。
让人给绑上了。对呀，正等咱们去呢。走。哎，来人了，快抢掉碎钞，快，也来不及了。阿乐在这里，阿乐在这里啊，快点，阿乐在这里。哎，阿乐在这里。李相公，戴翠昌在那儿，在这里。快拿下戴翠昌。走。又飞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真是。哎，走，快逃吧。金龙怎么才来呀？快快快快给阿拉斯吧。师哥找阿爸。英姐。阿爸。四哥子。阿爸。四哥子。Yes。四哥子。英姐，对不起。我错怪你了。哎呀，李参谋，这都不是事儿，这种情况以前咱们都没经历过。这回幸亏有你，不然情况就严重了。哎呦，过奖了，李参谋。四哥子，阿拉也不怪你，要知道侬有这么大的本事，侬就是把阿拉再捆结实一点也没有关系。侬太了不起了，英杰，英杰，那是英雄豪杰哦。哎呦，你又拍我马屁啊？啊。以下事件发生在第五天。张连长，立刻给黄司令发电，鬼子的追杀已经失败，戴遂昌牢牢控制在我们手里。英杰，你的伤怎么样了？这都不是事儿，一点小伤死不了。还一点点小伤呢，差一点就光荣了呢。就是，英杰啊，你还是回去休息吧。是，这里的事交给我了。老蔡，先把戴遂昌关押起来，增加岗哨，严加看守。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许进来。是，走吧。阿拉不去，阿拉哪里都不去。哎，你个狗汉奸，你还敢违抗？阿拉死活都要跟沈科走在一起，只有他才能保护得了阿拉。你的意思，除了沈科长？我们都要害你喽！你们中间有小鬼子的内奸，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是谁。除了沈科长，阿拉谁都不相信。李参谋，他说的对啊，如果不挖出这个内奸，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咱们也不得消停啊。可这个内奸到底是谁呢？此时，萧子平已经预感到自己可能败露。他惶恐不安，忧心忡忡。呀，妈，你快点啊！驾驾！真急人呐！老赵，你说萧子平他会狗急跳墙，捅出大乱子吗？是啊，我也着急呀、啊！可是老板破车的，急死我了！这可咋办呀？驾！驾！驾！李参谋，关书记临死前指示苏城的地下党，想办法追查内奸。他牺牲的时候，我看着他手边放着密码本，却没有电文。
紧接着机要员小文也遇害了。我估计啊，是苏城的同志已经查到了内奸，发来了密电，但是被内奸察觉到，所以他才狗急跳墙杀害了关书记和小文。当时鬼子正在追杀戴遂昌，你在追杀我，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追查这条线索，所以呢，只好请小敏的养母魏大娘赶到苏城去找老赵核实情况。这会儿应该在回来的路上。可这个魏大娘岁数大了，恐怕不行吧？哎，她以前干过地下交通员，很有经验，不过就是年龄有点大，行动有点迟缓。可我们不能这么干等着呀。也是，咱们呀要赶紧的另想办法，我担心内奸再狗急跳墙。如果你真的暴露了身份，就去湖边的三岔大，那里有我们的快艇，杀掉戴遂昌，跟我们一起回苏城。小股长，哎，这深更半夜的，你来干什么呀？你们今天打鬼子辛苦了，我烧了点热水，给你暖暖脚。哎，啊，不用不用不用，回去吧回去吧。哎呦，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要不是你们保家卫国，小鬼子还不知道有多猖狂呢。行了行了行了啊，歇着吧歇着吧。哦，那我就不打搅了，您早点休息。哎，好好好，来来来，歇着吧歇着吧啊。英杰，你仔细想想，难道内奸就没有一点蛛丝马迹？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哦，什么事？我在去凤头岭的矿场之前，在山沟里预先设置了伏击圈，想引诱鬼子上当。眼看着鬼子就要进入伏击圈了，却突然停了下来。那个叫贺森的女鬼子拿着望远镜仔细地查看了对面山崖上的一只风筝，就改变了主意，并且准确地知道了戴遂昌的藏身地点。这很奇怪。走那顶。我当时正在想着怎么对付这帮鬼子，没有往深了想。现在想起来，肯定是这个内奸在利用风筝传递情报。哼，这个狗日的汉奸还真有点白眼呢。哼，他要是真有白眼的话，就一定不会只放过这一次风筝。嗯，咱们就从风筝查起。我看行。这位是咱们保卫科的沈科长。啊，大婶，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打扰您。您要买风筝吗？哦，不是，我是跟您打听个事儿，这几天有没有我们队伍上的人来买过风筝？没有。你再仔细想想。真的没有。那谢谢啊。小伙子，我知道你喜欢放风筝，告诉我，最近几天有没有看见过当兵的叔叔也放过风筝？知道什么就告诉叔叔。没看见过。哎，别急着说，再想想。我想睡觉，想不出来。
萧股长，有情况吗？没有。一定要加强警戒，后半夜是最容易松懈的时候，我们要防止敌人破坏。明白，咱们的眼睛亮着呢，绝不会放进来一个敌人。沈科长，哎，护士，沈科长呢？啊，忙活去了。这鬼子都打完了，他又受伤了，还忙活什么呀？王干事，你可要保密啊！李参谋和我说，他和沈科长查内奸去了。查内奸？嗯，萧，哎呀，王娘，你搞什么鬼啊？吓了我一大跳。大晚上的，你搞什么呀？我找李参谋汇报情况，突然内急，我。哎，我还以为遇上了坏人呢。李参谋和沈科长现在正在追查内奸呢，你快去吧。追查内奸，有线索了吗？我不知道。哦，那我去了啊。哦，去吧。这个事儿，什么事儿？这几天我们队伍上有没有人找您买过风筝？有啊，有位同志来买过几次。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这个我不知道。那他长什么样子？他长得……你这几天看见过当兵的叔叔也放过风筝吗？没有。哦，有位叔叔。他不放风筝，但是他喜欢看我们放风筝。他买了一个大风筝送给我们，那大风筝飞得可高了。那他叫啥？不知道。快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肖子平。沈科长，我查到了，是肖子平。我也查到了，立刻控制他。走，快！风风雨雨，纷纷扰扰，打破了
谁知道多少暗流，多少危机悄悄在上演，人又来来去去，多少身影笑一出耀眼，破晓的黑夜又为光变变。谁知道风雨巨变多么凛冽，惊醒了一切，谁知道多少英雄，多少世纪轮番在上演。别问胸口之上洒满热血，那是我情